祖师大德教导我们，即使是读诵听教啊，你看都不许我们用分别执着。教导我们听教的时候，立言说相，不要分别执着言说，立名字相，经上讲的名词术语，不要把这个放在心上，立心缘相，不要去想讲的是什么意思，一直听下去，这用什么直觉啊？用直觉，你才容易得清净心，也就是心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，把精神完全灌注在听教，读经也是一样的，啊，全部精神着重在读经，不执着文字想，不执着名字想，也不要去想这个文字的什么意思，都不要想。我讲过很多次啊，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，可证弥陀名号妙德难思。这一句里头真正关键就在这个妙字，跟还原观里面随缘妙用那个妙是同样的意思啊，随缘妙用就是此地讲的妙德难思。如东密，东密是日本的密宗，他们修阿慈观，啊，如东密阿慈观云，自阿慈出一切陀罗尼，自一切陀罗尼生一切佛。这一个字现在讲文字学里头母音啊，母音里面第一个音啊，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文字很多，但是发音呢，第一个母音都是啊啊，可见的这确确实实啊，口一张开，这个音出来的时候叫阿音啊。那么一切的语言都从这个音里头变化出来的啊，所以它是第一个母音呢 啊，第一个原始的音呢 啊，能除一切陀罗尼啊，陀罗尼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字是咒。咒语自一切陀罗尼呢生一切佛，密宗里面的密宗修行着重在三密相应。这咒有没有意思？有的有，有的没有啊，大概有意思的少，没有意思的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有意思你会胡思乱想，没有意思就叫你没法子想。对，这个好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佛经里面很多咒语啊，啊，不但我们不懂啊，印度人也不懂啊。不但印度人不懂，你鬼神也不懂啊！啊，那么是诸佛菩萨用这种方法叫人什么呢？叫人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！用这种方法啊，你只管念，没意思。啊，你也没得想头，你就照这个去念，念久了
心就定下来了。啊，是他就是叫你得定的。啊，也有意思的。那么意思的，有意思的是叫你观想，叫三密了。啊，口持咒，啊，手接印，心观想，叫三密相应。啊，那么不相同的都是戒淫不相同的根性。啊，佛菩萨有这个能力，他能观机。啊，你适合用什么方法，他用这个方法，时间很短就叫你有成就。啊，这是见到佛最殊胜的利益了。啊，因为佛看到我们，我们过去是生生世世干些什么，修些什么法门，他一看全明了。啊，所以他教给你的方法就非常积极。为什么？你过去生中曾经学过，啊，继续再修容易成就。啊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祖师大德教导我们，即使是读诵听教啊，你看都不许可，不许我们用分别执着啊，教导我们啊，听教的时候立言说相啊，不要分别执着言说，立名自相。经上讲的名词术语，不要把这个放在心上。立心原相，不要去想讲的是什么意思，一直听下去。啊，这用什么？直觉。啊，用直觉，你才容易得清净心。啊，也就是心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。啊，把精神完全灌注在听教。啊，读经也是一样的。啊，全部精神着重在读经。不执着文字想。不执着名字想。啊，也不要去想这个文字的什么意思，都不要想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修戒、修定、修慧。啊，我讲过很多次啊，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。啊，听讲的时候用这个方法，听讲两个小时，你两个小时才修戒定慧啊。啊，读经的时候读两个小时也在修戒定慧啊。啊，心里就不起个妄念。啊，久而久之，一旦豁然大悟，他就见性了。啊，古人修行，我们在很多传记里面看到的，啊，三年五年开悟的，十年八年开悟的，啊，时间不一样，到最后都彻悟。啊，时间不一样，我们知道烦恼习气后波不相同，烦恼轻的人很容易开悟，烦恼重的人时间长一点。啊，只要你能够锲而不舍，啊，你这个功夫一直用下去，没有不开悟的。啊，悟后起修啊。
啊，悟后起修是历思练心啊，看看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之处还会不会起分别之处，在练这个，在练这个功夫啊，是不是能跟诸佛菩萨一样大慈大悲啊，真正放下了啊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心流露出来了，你流露出来之后你戒淫众生就有方便了啊，众生得度，因缘各异，不一样啊！啊，什么时候成熟，你会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成熟，你一定会帮助他开悟，大彻大悟。啊，没成熟的。你会帮助他提升啊，一点一点的进步啊，没有善根的人你会帮助他种善根啊，这叫教化众生三根普被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